驾驶员怎么会出来了？他打拉车，没叫他车上，后面打电话给他，跟司机说多少钱，你报个价，我给你拿。他说没有没拿，后面死不承认，报警也没用。后面都把这个定位一直追到这边来了，追到了，手机就在车上一直移动，他死不承认。就这个车牌号，小偷。是他坐他的车吧？小偷。坐他的车，手机就在车上。小偷。然后他又死不承认，打客服没用，报警也没用，后面都追到这边来了。我操，这个有点极端了，这个很容易出事情的。是那个女的，她手机，她女朋友的手机。然后他女朋友的手机里面的话是有他爸的那个照片，我追了两个小时啊，接着他是吧？有给吗？我带他的，一直追，跟着他定位追到这边来呀。给他了，在后面的，我拿了，拿了还死不承认呢。BD DH181。OK。小偷，给你们就可以了，订单帮我取消掉。